人呢。母亲节最适合家人温馨团聚，小 S 也在女儿们的包围下开心过节。她昨天心血来潮又拍影片和女儿们一起入镜，脸上露出好满足的表情。是新手做的吗？所以除了卡片还有别的礼物吗？有，还有不会是花钱买的吧？发现女儿花钱买了礼物，小 S 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。妈妈不是说我只要你们自己亲手做的礼物就好了吗？不是，你很喜欢，因为那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不会很贵吧？以后任何什么生日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是自己亲手做礼物，不需要花钱。你要听些什么东西吗？当然不要啊，怎么大意思。不过最后看到女儿精心准备的卡片，小 S 忍不住在镜头前失控犯泪，老公徐亚军则是在旁边两度乱入，形成有趣的对比画面。不管您老还是年轻，都很美。等您老了，我会照顾你。我们三姐妹都没有婚纱，两个宝贝。是啊，说三姐妹跟妈妈，好感人哦。